那我们刚刚在就这一条路发现这个七星硬核，对，还有这个 Made in Taiwan 台湾啤酒，台湾啤酒，哇，通通在一条路，一条路而已，还没有进到一条什么样的路？一条斜坡路，没有人住的路，还没有人住，这没有人住就那么多垃圾，这什么世界啊？这种东西，这残害了我们原住民好几年。常常喝酒的话，有时候不是说不好，但是有时候太泛滥，有时候可能会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。我要讲的是烟酒的问题。因为阿里山乡，尤其我们南崎，我是不知道其他城市，我那边的商店都售卖去卖啊，不卖就是不开心，就是说不是说就是他明明后面就点未满十八禁嘛，都是贴假的，对吧？而且我像我这种未成年很多，然后都是这样，就是我希望我能双十一是封闭，他暂时没地方买烟了，双十一没有关系，就是一个改善的嘛，是了解了吗？了解了吗？了解了吗？准备走了，一包七七，对，那个。防烟小组的处理一下好不好？发现疑似爆裂物，有那发现疑似爆裂物，好不好？过观感不好，可是不是我丢的，喝烟清新，哈，吸烟会导致口臭，不是我口腔疾病，就是这个凶手。为什么在优美的部落道路会出现这个呢 ？Made in China， 也许就是我们这样改变的问题，就是这个，这是关键 keyword。问题是。你去看他背后的家庭，其实也是有问题。你单去改变这个小孩子是没有用的。青少年的戒烟这一块，其实因为他们平常都不在我们的身边，青少年的这一群小孩子都是散居在外面。其实这个部分，其实在那个戒烟的部分会比较难做，加上同侪的力量大于家长或是任何的团体的力量，除非说他的。团体改变了，有让他戒烟的机会，才有可能会成功。因为你看，我们去年办戒烟班，他们整个的氛围就是他很排斥我们。但是我们毕竟是上面赋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还是要去做，我们还是要去讲。但是你整个那个氛围就是没有要戒，只是说哦，大家赶来办一办啊。我们该说的就是说。啊，他们还是继续做他们的事，其实也是很无力。嘿，就是说对体能啊、体力那些，还有一些疾病的东西嘛，癌症那些比较负面比较多了。但是你们最好不要抽了，因为你们年轻人体力还很好的话，还感觉不出来，慢慢体力越来越差就会差很多了。只要戒不是很好戒，像我现在我做了十几年了，一戒一年的花了好几年的。就是我们要去调查，对，在台湾进行调查，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到10岁到20岁的朋友。在这个年纪，青春的这个年纪，最多抽的，大概10个人就有10个人抽。这个不是我算的。其实一开始我比较好奇，啊，也不是说都没有抽过，不是我尝试过，但是尝试过去后，要再就是上瘾了。我们讲，你一天抽一包啊，20包，20天一天抽一包的话，你等下要看的。爸爸妈妈抽烟都是很容易咳嗽，对不对？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肺就是里面的那个交流都会变这样，就是都凝固一块一块。你的抽烟，你的肺里面几乎都是这种，几乎都是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太累了吧？对吧？就是，这不要以为是开玩笑，是真的哦。你为什么知道你未来不会抽烟？你看到他这样，那你有可能会抽烟吗？不会，应该不会啊。你会想运动？来运动，对，体力。
我打死不抽。你说真的？我说完真的。我们有一出小小的短剧，由我们五个来饰演。这个香烟一个贵，真的是要吗？干嘛？别抽烟了啦。为什么？你讲。你得肺癌啊。不要去听你说了，去读书好不好？因为我只是想要你有健康的身体，陪我更久啊。你想洗多少就洗多少，然后送给你最爱的人这样子。我希望你会有个健康的身体，然后有人给你烟食也不要试试看，因为烟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，你一去尝试。就可能马上上一等。学弟啊，就是要好好保存这张纸哦，因为这张看起来不怎样的纸，里面写着未来对你的警惕。以后18岁的时候拿出这张纸，上面的字有可能会帮助到你。那以后千万不要抽烟啊，要不然你就完了。在这里跟你做一个约定，在你18岁。钱我都不会碰到烟或更久，所以你也不能吸 ，OK？ 在扶人家加油。